我想做一个花环，数一数穿了几朵花。一一天上一就是二，二天上一就是三，三天上一就是四，四天上一就是五，五天上一就是六，六天上一就是七，七天上一就是八，八天上一就是九，九天上一是几呢？对，就是十。十个小朋友分成两组玩游戏，都可以怎样分呢？ 十可以分成一和九，十可以分成二和八，十可以分成三和七，十可以分成四和六，十可以分成五和五，十可以分成六和四，十可以分成七和三，十可以分成八和二，十可以分成九和一。记住了吗？都有哪两个数可以组成十呢？让我们一起来读读凑十歌吧。 一和九手拉手，二和八是一家，三和七亲兄弟，四和六好朋友，五和五跳个舞。看来这些数你都认识了，拿出你的小尺子，让我们将所学的数一起来数一数：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每相邻两个数相差一。 再倒着数一数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、零。找一找六前面两个数是谁？一个、两个。六前面两个数就是五和四。六前面第二个数是谁呢？这是第一个，这是第二个。六前面第二个数是四。 六前面两个数和六前面第二个数，这两个二一样吗？对，不一样。前面两个数是指有两个，而第二个数是指排在第二位置的那一个。再次仔细观察我们学过的这些数，有一个数与其他的数不太一样，你发现了吗？对，就是十。其他的数都有一个数字，我们叫它一位数，而十是有两个数字，我们叫它两位数。 在我们的生活中找找数十，你找到了吗？两只手有十个手指，这两句诗一共有十个字，这一大包纸巾有十小包。